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哎，这钩子，你这钩子有，你是不是换朋友玩了？这钩子，下路不会被冲塔了。打勾，哎，打勾。哇，你这么准吗？我操！什么叫彻底疯狂？这就是彻底疯狂，好吧？彻底疯狂啊！我看，可是我看守夜局他们不学啊。彻底疯狂，对面彻底疯狂，兄弟们，记住我这句话，彻底疯狂，彻底疯狂。短短九分钟，中路来了一波又一波。过分啊！过分，过分，过分，过分！这是真的，因为这个有操作。哎，想跑，缠绕，再缠绕，再缠绕。有。还有个对点吗？三英战吕布了，开始。五个人，我操！啊，送你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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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看到没？送熊了！哟，六六球，人好多！我的妈呀！我只要把对面那个乌鹰挠死，对面就炸了，知道吧？很疯狂，现在你体会到孤独了吧？云贵神速，哦，闪失，闪失一减速，这闪失打架太厉害了。小猫啊，干嘛？我跟你说，小黑跟火枪一样好缺蓝啊。先赶人，我刚才浪费了一只熊啊。哎，我给你留头了呀，你怎么？球没了。今天饶你一条命好吧，来日方长啊，青山在，没柴烧。我感觉待会儿就是我跟岳峰轮流玩火枪啊，然后队友就是，啊，哎，怎么每一把都有火枪？哎，死不了。
还卖不出去。打算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烂物的，我发现了，熊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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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个你卖了还是？刀打路人去了，别去了，带点带死，这波可惜没 BKB。把 CK 先杀了，把 CK 先杀了 ，CK 杀了能赢。好好，看着追，看着追。他没有盾，他没有盾，把他留了。打不过是因为 CK 啊。打起来我就回，没打起来我先不回。看钩子吧。杀俩，小心杀他。主要是没有这个距离限制就很好打，其次是就小黑啊，小黑伤害高，盲吼伤害够高。你别说这个鱼钩被移真的很厉害，出 A 仗已经再出了呀 ，A 仗都已经出完了。真的真的，脱龙线，不出 BKB， 这把 BKB 还是很关键，反野反野。BKB 要出啊，主要是因为诅咒太厉害了。火枪和这个火枪和小黑不出大引刀，他才肉啊！出大引刀很脆，血脆，掏对面后排了。他们要无一了，我靠！看见了？啊，看这个位置吧，这个位置吧，这个位置要被留。没有巡逻，我操，用了两次扫描，谁他妈说巡逻了？屁剑是他妈什么扫描？好吧。谁说的？谁说的巡逻的？你卡了吗？按了两次，结果按了个扫描出来，我真是操了！我按了两个扫描出来，我们直接转中啊，直接转中线。他们应该会急，他们急的话对我们有利啊。开个战吼给队友加。我来偷加，我已经破一路了。我来破第二路。你就坚持住，别硬送，就坚持住，别死人，他们要一波了。哥们儿，哎。朋友们，小黑可以有林肯，你有 BKB， 你别，你看着射一射。
回了回了。你留人了吗？保安没留人吗？完了！老板的大台子呀！怎么这个样？我现在啊！啊，差一点杀两个，就差一点，我想考虑。我回来守，回来守，回来守。看着拖，看着拖，我偷家了。哎，我家偷家了，哎，偷家了，哎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这玩意儿你不带，你不到福运上来，也要时间的。学二技能是为了减速啊。那这个保我保的很好啊。就主一就行了。你先锋盾，你现在你法医，你出法，你出那个什么都费劲啊！一定要跟这个双龙贴脸啊，保证他荒芜出不来。他没荒芜其实没伤害，就打虚空这个英雄啊。这个我只能说我尽力救，救不了太多，但是我肯定不亏。没事没事，他很崩的。你这波你很赚，看根本不虚，带这个风饶根本不虚，手套拿到追着打，不跟他打太多。红军在上，红军在上。吃了极速，吃了极速，先躲一下，吃了极速。漂亮！一个车，漂亮，非常好。不被动封点杀人。别说这个保的是真好，这个保的真好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大两个，啊，这个替了替了，杀杀杀！杀了一个。我这波为什么来，就是把这个大招留给火女，火女不参团我是不会来的。对面的这个野怪控得好呀，
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波其实已经很优了，再打一打的话得想办法看能不能把红女打过来。红女被锁技能了，可以追啊，红女就在旁边开飞了，参不参团，我参团多厉害。那旁边桥啊，他这个肯定是 A 张，这个虚空 A 张是一技能跳跃会触发一个三技能啊，为什么不做电锤，是因为这个电锤有内置 0.1 的 CD。 这个是真吼，这个是真吼，追我的是真吼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不靠真吼，我们不靠吼这个什么来打真吼，真吼真吼，等他递啊，递完之后锁一下跳过来，猴子直接被秒了。A 的被动会触发二两次，会触发，会触发。之前有一个 GIF 图嘛，就是虚空 A 了一下，然后六连爆把人爆死。那会儿还没改那个，他没改尾随机啊，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你爆来降低你的概率。那会儿就会出现那种有的时候可能脸黑一刀不爆啊。脸黑一刀不爆的情况是有的，有第一是有可能脸黑一刀不爆，第二是有可能什么呢，有可能刀刀都是爆，就是那个随机它不会加减概率，极小小数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那种一下爆五六次，还有那个木马电勺队改了那个木马，一个道理。有针眼啊！我死！啊，动不了！幻象太快了，来补个撒旦解控子。哎呀，我真的很喜欢玩刷合，我喜欢打钱啊，很快乐。大招加工作。躲一下技能，看我杀猴子有多快，快不快？他这个二十级攻速天赋厉害，所以都出点金。他放完地，我就这个开一个这个什么？你看他这个幻象，对吧？幻象死的快不快？跳一下幻象全清，就是你对线你要有好一点的经济啊，对线经济不能太差。一刀死了三个，大残两个，就踢的兵线，然后一下就炸了那个团啊。反正就一刀就是一个战队啊，他打的是比赛啊。他踢小兵出了两三个爆，然后是圣剑嘛，然后一刀弹了两三千的纯粹，然后所有人都刮死了，就直接死血，直接死血，玩不了，真的玩不了一点，就是一刀，就等暴击，
然后踢小兵，然后船长也是出生节，一刀就没法打，好吧？后来改了嘛，就是因为太变态被改了，因为太变态了，就是因为打职业比赛这么打出来效果太变态了，所以被改了。Hello, I'm Sumia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